各位亲爱的嘉宾们，今天我们在关丹要来举行一个非常隆重严肃的一个仪式。现在站在台上的这些人都是在我们马来西亚非常优秀奉献的义工，所以这一次特别挑选请他们出来担任将来我们如果开课作为开穴道的这个任务。能够成为开穴师的都是平时在我们开课或者调整站做事做得最多很认真的人。那今天大家有这个荣幸站在这里看他们受证，他们也要在大家的面前宣誓。那他们的这个誓词我先跟大家说一次：于谨遵本会宗旨，慈悲救人。我们的宗旨就是慈悲救人。慈悲不是口号，而是我们对人的态度，还有我们的这份心，跟不求回报、不求名、不求利。所有的开穴师都是无己职的，竭尽心力发扬长生学，无私无我。长生学是一份精神，代表着天对人的一份爱，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开穴师更能够去体现我们这份精神。所以当了开穴师不是更大了，而是要做的事情更多了，责任更重了。那不求名利之精神，尊师重道，因为所有的人出来不管多远，只要看到了他们就是义不容辞的放在那边去服务去奉献。那尊师重道这是必然，是因为这是一种精神，代表着所有的人你们做给大家看。宁愿接受本会开启穴道之约定，不私下为人开单、开穴或传授开穴之要诀。千万不要以后你们看到了他们说：“哎呀，你现在是开穴师了，可不可以帮忙我开开穴？”不可以。今天大家都会看到他们在这里宣誓，他们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只有在我们开课的时候才可以开穴，他们才担任这一份的工作。开穴道也是义工工作的一份，如有违背愿接受本会相关之规定处理。好，现在他们站在大家的面前要来宣誓，谁是代表？我问法语。于谨遵本会宗旨，慈悲救人，竭尽心力发扬长生学，无私无我，不求名利之精神，尊师重道，并愿接受本会开启学道之约定，
并于夜接受本会开启天道之业绩，不私下为人开班，不私下为人开班，开写或传授开写之要诀，开写或传授开写之要诀，如有违背，愿接受本会相关之规定处理。敬事，立事人龚荣兴，监事人林子珍，谢谢。非常感谢林子珍老师为我们主持今天。